乘法表。OK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题了。如果你这个难题可以过关的话，以后会比较简单一些些。但老实讲哦，一般其实要一个回圈会用到机会比较大。如果回圈里面还有回圈哦，几率是比较小。可是有没有可能还是蛮多地方会这样子遇到的哦？所以呢，以这一题来看哦，反正就一个练习题。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它的规则啦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它以横向的是列好了，横向是列。Excel 里面的话，横向的是列，纵向的是栏，也就是这边总共会有九列，纵向的有九栏啊。然后呢，前面这个数字的话呢，就倍乘数哦，刚好是它的列，有没有列 ？OK， 好。然后第一列、第二列、第三列，前面都是它的列号，后面的话呢，刚好就是它第几栏。哎，所以基本上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像我的习惯规则是，列的话一律我用 I， 栏的话我用 J。OK， 好。那我如果要产生一个 I 一个 J 的话，那个 I 跟 J 的值刚好会是在1到9之间。OK， 当然你以后如果你不是做九九乘法表啊，像什么我看网络上有什么印度有什么19乘法表，是不是19乘19啊，或者是99乘99， OK， 那太复杂了。不过如果用回圈来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啊。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？首先的话，我们可以按部就班来看。第一个的话呢，请各位哈，来看一下这个啊，我这个是已经做好的了哈。另外第二个就是说，中间的话哈，要用那个这个中间，我用那个一个 tab， 一个 tab 的话呢，就是反斜线 t， 这个是一个字元哦哈。这个前面在脱衣字元里面有讲过了啊，所谓的脱衣字元呢，实际上就是区隔那个控制的字元跟这个实际上是字元的差异了啊。那反斜线 T 就是帮我输出一个 Tab 键，就等于是按那个键盘上那个 Tab 哈，做一个定，哎 ，Word 里面叫定位点哈。那如果说我要输出的话呢，第一个我们可以先分析，我假如说列我先不用管，我先管栏，我先输出第一条好了。哎，啊它的规则有没有一个固定规则？好像是先列，然后再栏啊，栏的部分呢会变。哎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可以先什么？先写一个，for 假设我今天哦，我们先写第一个回圈，第一个回圈呢，指的就是我们先写 J 回圈栏好了。啊，我只要输出第一列就可以了。那第一列的话呢，要怎么规则？第一个哈、for J in range， 哎 ，in range 的话呢，那我应该是一到九啊，所以到十停下来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不，我刚打错地方了，这个是后面的范例。OK， 好，九九乘法表在这里。好，第一个的话呢，我就输出什么？输出那个栏的部分啊，栏的部分。然后我先不要两个啊，因为两个有时候看起来太复杂了，我们先一个。那我先产生什么？产生第一个第一列。那第一列有什么规则呢？哎，特别注意哦，它里面会变的就是这个一。二三四，有没有啊？前面会变，前面不会变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怎么样，在 print 的地方哈、哦，我可以这样子，前面不会变，就是一个文字是一乘的话，我用 x 来代替，一乘上后面串接什么？串接一个 j， 有没有一个 j？ 一乘上第一次是一嘛，啊，后面的话呢，再加上什么呢？等于两个相乘的结果。等于再加上，把一再乘上 j 嘛 ，OK，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了哈。然后呢，最后中间呢，必须最后的尾巴还要再加一个定位点，所以再串一个什么？串一个，反斜线 t 在这里。OK， 好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哈、哦，我就可以把它输出。等于是第一列哦，不过我现在输出给各位看一下，应该可以看得懂哈。然后这边记得哦，因为它是数字，所以要串在里面的话，记得什么？把它转型，转一个 string 有没有？然后这边的话，因为也是数字，所以这边也要把它什么转一下啊？这边的话加一个后括弧，好，该可以看懂我的在第一列了哈、哦。OK， 啊，执行一下，但是会有个问题哦，执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哎，它出来了，一乘上一。等于一，
两个相乘结果，一个 tab 换行在这里。但问题啦，哎，奇怪，它应该接在后面，为什么没有接上？因为 print 本身最后会帮你 enter，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那个 enter 出现的话，好像有讲过嘛，逗点加一个什么 end 等于没有 ，end 就是它尾巴那个换行不要出现。那这个是这个空字串意说把换行拿掉的意思啦。OK， end 等于没有。好啊，这样的话执行一下，哎，出来没有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哎，有没有？所以实际上呢，基本上最会有变化应该就是这个追啦，哈，追放到这边来，下一次因为它下一个嘛，啊，变这个，所以它又换下一个，啊，这个是相乘的结果，我把它放在后面。但问题来了，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？哎，再来就要第二列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有没有，把它改成 i。那怎么改成 i 哈？其实也蛮简单的哦。再来的话，你需要先让这个先按 tab 键，让它下一阶，然后换 enter 一下。因为呢，我的这个 i 的回圈要先跑列哈，所以记得啊，把这一行搬到上面来，啊，把它改成 i。OK 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会先产生那个列哦，列跑完之后呢，就追啊，追会先12345678910啊，换 Enter 一下，然后再换啊，这个时候 i 会变2乘一等于两个相乘的。不过呢，这边会要改一下，这个一有没有就要把它改成 i， 那怎么改比较快呢？其实应该是直接拿这个来改，好像会比较快。这个把它复制过来，我习惯拖拉加 Ctrl 哈。然后再按一个加号，把它加啊，只是把这个把它改成 i， 哎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。就是它的值放进来哈，是一乘上这个值等于哎，这边也要改，直接把它改成 i 就可以了。应该可以看到懂意思啊哈，而且程式不多，但是每一行都很重要哦，差一个地方你可能就做错了哦。好啊，我们再来怎么样把它执行看看。不过你会发现哦。它执行完 O 不 OK 呢？哎，一乘上一等于119，哎，有没有发现二乘上二一等于212嘛？哈，哎，有了，三也有了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它全部串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这个 Enter 全部都拿掉了，所以它就不换行。但问题不对啊，我应该有个地方一定要换行啊。那所以在哪边哈？特别注意哦，你把它 Enter 到这边 ，back 到前面。意思就是说，当它这一个回圈跑完一次之后的话，这边呢要怎么样？把它加一个 print 啊，不要去掉那个有没有换行哦。所以 print 的意思说换行的意思啊。OK， 在这边换行，我们来试一下执行。哎，结果就完成了。哎，看得懂吗 ？OK。哦，所以我们按部就班来好了哈。你也许先做。先产生一个就好了，哦，所以产生一个很简单哦，产生一个的话，我把它 back 回去，哦，你如果第一个可以完成之后，你再去想第二步吧，好，哦，OK， 试一下哈，哦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哦，试一下，把那个99乘法表哈，哦，利用两个回圈做输出哈。哦